男子当街对远景大声咆哮，态度嚣张。有种是堵路进来的，堵路进来，小警察、救警者、小警，你刚刚枪出来，你什么东西啊？拿出来，你什么东西啊？枪就你有，枪就没办法了，不用跟他讲那么多嘛。你什么？你自然警力多，只会到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，好不好？ 冲突的导火线是住宅区练团被嫌太吵，邻居竟然找黑衣人闯进门来，口出威胁，还宣称有枪。就算警察到场，也不放在眼里。你会怕？推我干嘛？推什么？推我干嘛？推我干嘛？推我干嘛？你要动我？走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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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逮捕他！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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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别动，别动，不要让他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让他，你不要过来，我就在逮捕你。公权力公然被践踏，警方决定出击，拿出手铐铐人，当场逮捕呛瞎的年轻男女，带回警局以妨害公务罪移送法办。记者刘志展、许志成，桃园报道。